嘿，家人们，这里是娱乐热榜男生版。今天呢，咱们继续来说任嘉伦的最新动态。任嘉伦呢，他的《请君千年》冯爱版海报，一朝情，执手千年，红尘奇缘，请君来。这个呢，是任嘉伦在5月20号发布的一个最新的请君海报，并且呢，附上了请君的官微，心执一念，手千年，不忘念君安。任嘉伦跟李沁2022年某奇异快乐专列片单，甚至呢有网友称520跟心上人表白，等君来520快乐，期待路演520表白，期待路演任嘉伦请君千年冯爱版海报，一朝情，执手千年，红尘奇缘，请君来。那么对于这幅海报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？可以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彪。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